1月16日，某颁奖典礼在广州举行，许志安、薛凯琪均获奖，安宰和菲欧娜同时得到最受欢迎男女歌手奖。菲欧娜当晚一身蕾丝连衣短裙，搭配大波浪卷发，性感美丽，一双大长腿吸引眼球。但是因发烧和咳嗽，她未能在颁奖礼现场，感到可惜。安宰当晚一身黑白色服装现身，他表示今年歌影两忙，并预计8月会举行演唱会。生命如烟，愿为佢。